来准备，来笑一笑，来开心一些，一二三，来，好，很好，来下一组，下一组，来笑笑笑笑啊，笑开心一点，来，好，来，靠近一点，肩膀靠近一点，好，不错，笑笑，来，一二三。好，来，不要动啊，来，再来一张，来，开心一点，来，一二三，哎，好的，来，下一组，来，准备下，您三位是？我们赵全家福啊，就您三位啊？啊，对，我们家就我们仨，来吧。哦，来吧。来，一、二，哎，等一等，我上趟厕所啊。哎，爸，那个拍完再上啊。你别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嗯，啊，不行不行，我必须得上厕所。这个年纪了，这事儿不能等啊。那我陪您去啊。不是用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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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叔，爷爷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一下午又喝水又上厕所了。哎，老人嘛，那事儿肯定多。哎，那个，你帮我把扣子系起来，老立不起来。我跟你说了吧，让你到原来那家去，让你非换一家，还得跟人家解释一遍。这种事儿还让人一家笑话呀？当然得明天换一家了。拍全家照有什么可笑话丢人的？照全家福是咱们每年的传统。再说了，咱家怎么了？不就没女人吗？三个大老爷们也挺好。得，不是你刚才怕人笑话是吗？爷怎么还不回来？是啊，去看看。找找孙子。爸，啊，您不是上厕所了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赶紧回去吧。爷，这外面多冷啊！这人还没来齐呀，没来齐。爷爷，我爸我妈很早就去世了，我小叔离婚也3年多了吧。我奶奶更是我没出生她就去世了，这怎么没？这不就咱爷儿仨吗？是爷爷老年痴呆了。别胡说，爸，你今天这磨蹭磨蹭都半天了，你是不是心里有事儿啊？张阿姨，张阿姨。哎，师傅，你可来了，我还怕你不来呢。老林，我还是先回去吧。我想了半天，我觉得还是不太合适。那个，爸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张阿姨啊，你们也认识，经常来咱们家帮着做饭呐，收拾屋子。我今天把她叫来啊，就是和咱们一起照全家福。爸，什么意思呀？张阿姨啊，就是咱们家的一份子了。过完年我们俩就一起领证去。您，早晚得告诉他们。你们过去不是总觉得咱们爷儿仨一块照相丢人吗？这回好了，咱们一起照相去。啊，我不同意。伟达，我知道这个事儿有点突然，啊，咱们呢先把全家福照了，回去慢慢说。小林，我行了，都别说了，不，这事儿就没您这么做的，你这不赶鸭子上架吗？啊，你平白无故的，你要领谁回来就回来呀？你给我闭嘴！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。我就是来通知你，不是来听你的意见。行，那我也正式的通知您，这全家福我不照了，我只跟我的亲人照，我不跟陌生人照。你这混小子！爷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追小叔去。小叔，没事，这小子一时犯浑，啊。你别放在心里去啊，老林。你看，我就觉得他们不会同意。
没事啊，没关系。小叔，小叔，哎呦，你干嘛呀？发那么大火？这爷这么大岁数，找个后老伴找呗。找个老伴儿，你说的倒容易，他找的是谁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张淑芬，外地的吧？他老伴死了很多年吧？到咱家做小时工，做了才一年多，照顾到老头屋里去了，知道什么事儿啊？我觉得张阿姨人挺好的，做饭好吃。你懂个屁呀！他比你爷爷小十岁，他要到咱家呢，啊，住着100多平米的大房子，花着爷爷的退休金，他后半生都吃喝不愁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是说他图我爷爷钱？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老头现在就魔怔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事儿就这么成了，我得想办法。哎，小叔，你真不照了。哎，小林，这么早出去啊？我不出去，我在这儿等您。张阿姨，最近您就别来我们家了。小林，我对你爸真的是真心的，我就是想好好照顾他。你别对我有这么大敌意。敌意谈不上，我呢给我爸请了个保姆，我们家真的不需要小时工。你就让我上去吧，我给你爸做了点早点，熬了点小米粥，蒸了点包子，我给他送上去就下来啊。不是，你怎么就……我都跟您说了，我给我爸请了保姆，他还能没有早餐吃吗？您就别操这份心了，行吗？爷爷，你喝点牛奶，你吃点面包吧。我不吃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啊！你就让我出趟门，别的你什么都不用管，行不行啊？那可不行，叔叔说了不让您出门。再说了，外面今天可冷了，好几级大风呢。您这要是感冒了，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你这是监视我呀？啊！哎呦，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感冒了？哎呀，我怎么了？我都是被他们气的。小林，我跟你爸都一把年纪了。没有几年好日子过了，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老人家呢？这还没怎么着呢，您就觉得我爸没多少好日子过了，那您还嫁给他干嘛呀？您比他小那么多，那您到底惦记的是什么呢？要我说，您是等他的好日子过完了，您的好日子才开始是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误会我啊？你说这话太难听。嫌难听你可以不听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喂，爸，怎么了？哎，好，我马上上来。爸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啊？怎么就突然喘上了？哎，你到底给我爷爷吃什么了？什么都没吃，爷爷什么都没吃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行了，这赶紧送医院啊！来，走，等。怎么突然喘上不舒服呢？没事儿，老林啊，对空气清新剂过敏，都是这空气清新剂闹的。怎么回事啊？那这谁放在那儿呢？我买的，之前看那个用完了，我买了个新的。哎，不是。咱家那个地方一直有空气清新剂啊，怎么爷爷今天才过敏啊？之前啊，那是我拿来的，老林他对化学香味过敏。这个啊是我自己做的，然后把它放在这里边。哦，特别简单，就是干花小苏打加上水就可以做了。老林他不爱喝牛奶。我给他做点鸡蛋打卤面行吗？哎，行，张阿姨，您顺便也给我来一碗。哎，行，麻烦您了啊。不麻烦。
爸。小叔，我觉得张阿姨对咱爷爷是真心的，咱都没注意事儿，她都注意到了。那我也不能因为就这个，我就答应他们俩吧。你不是就是觉得张阿姨爷爷年轻，好惦记爷爷年轻，你出个主意不？我呢？也阻拦不了你们二位结婚。我跟林晓呢，就两个要求，你们只要答应，我什么都不管了。他学会跟老子谈条件了。第一呢，张阿姨要住到咱们家来，住一个月。如果能和平相处的话，你们二位再领证。第二呢，你们得把这个写。AA 制合同，对啊，爷爷，这个 AA 制合同呢，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您要跟张阿，不能叫张阿姨了，叫张奶奶。您要跟张奶奶签这个 AA 制合同，这个 AA 制合同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您们以后再共同生活的老事情。什么叫 AA 制啊？这个 AA 制啊，就是你们自己花自己的钱，然后自己财产只属于你们自己，以后的。衣食住行，所有开销都要由你们共同承担。胡闹！哪有结了婚的让女人花钱呢？不是不图钱吗？那有什么不能答应的呀？再说了，我们这也是为了保证你们二人的权利，是吧？对啊，爷爷，在国外很多夫妻都流行这样的。这是中国，这个家，我一天没死，就我做主。我签，淑芬，老林，只要孩子们不反对咱俩的事儿，这算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都这个岁数了，平时能花多少钱呀？我签啊。哎呦，这油焖大虾太好吃了，小叔，我记你最爱吃这个啊。行，做点不错，挺好吃的。来了，哎呀，炖了一上午了，冬瓜薏米排骨汤，尝尝，清热去火的。哎呦，太幸福了！哎呦，这家里有奶奶，这更像家了。我都不在外面吃饭了。哎，都吃的差不多了，咱们。算算账吧。哎，咱们这个礼拜买菜呢是120块，排骨呢是50块钱一斤，一共买了2斤3两，水果是40块。交了一次水电费是32块，还有就是前天咱们家墩布坏了，我去超市又重新买了一个。这个桶和墩布一共是160块，还有，就不用说那么细了，你告诉他们一个整数。哎，咱们这个礼拜呢。生活费开销一共是1500块。你们俩上班，伟达呢在家吃了5顿早饭3顿晚饭，林晓呢在家吃了2顿早饭6顿晚饭，这零头我就给你们抹了，你们俩这总共花销都是350块。哦，爷爷，合着你这管我们俩有生活费呢？怎么啊？这 AA 制就我们俩人实行？
咱们一起过日子，四个人，从今往后全家 AA 制。不是爸，这每个月我可没少孝敬您吧？就打昨天说，我给您买一箱草莓，还有机的呢，200多块钱，这怎么算呢？我是你老子啊，你孝敬我是天经地义。没离婚之前，啊，你在外边住那就算了。现在你搬过来和我一起住，我还没收你房租呢。哎，老爷子，我跟你说，走，赶紧交钱啊！再不交，爷爷该管我要房租了。爷爷，我可是坚决拥护您的啊！400，别找了啊！收着。哎，都这点儿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我跟老王他们都约好了，我别让人家等着。不是你跟王叔干嘛去啊？你甭问呐，我问了你也不懂。这是大事。多穿点啊。哎，好。快吃吧，这汤可好喝。吃。干嘛呀？吃这么多长胖，知道吗？你不懂。老林，这是陈老，是古玩界的行家，特意请来的。久仰大名啊！你好，你好。幸会，这边请。来来来来。来。都是看得起抬举我。林老兄，您也是玩古玩的啊？我就是看看热闹。老王和我是老战友了，我今天来啊就是到这儿见识见识。王老，别藏着了，把你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。看看。陈老，这是我几经周折才淘上来的，您给看看。品相完好，碗形周正，是清朝官窑出来的。乾隆51年。对，就是乾隆51年。我实话跟您说吧，这是我花了20万淘上来的。人家说了啊，这是人家老家啊，解放以前啊留下来的物件。按咱们收藏圈里这个行话，有字儿就有典故。我看这个东西啊，差不多。陈老，您看值不值？20万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记得前年南方那个冬季拍卖会，拍过一对青花灵芝花卉小碗，大小器型跟这个差不多，成交价是52万。王老，这次您算是淘对了，我看值30万。真的？太侥幸了。来，让我瞅一瞅。哎呀，就这么一个小碗，值这么多钱。
手就这么一滑，就摔了。哎呦，你爸，你就我，不是你又不玩，你又不懂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嘛？你哎，这你要不给我打电话，你说那东西我能摔吗？你说这事儿闹的，这东西值30万吗？你刚看呢，说值啊，真值啊，那说要是一对儿，那更值钱呐。爷，你不会是碰遇到碰瓷儿的了吧？那个什么陈老，还有那个什么王大爷，我估计商量好了讹您的。那老王跟我是过命的关系啊，当兵那会儿我救过他的命啊。你就说这次吧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人家也没让我赔，可是我这心里过不去呀、啊，这东西我得赔呀、啊。你帮着想想办法呀。这30万也不是一小数，你说我这刚离婚也没攒什么钱，您是有退休金，我都存了定期了，你让我到哪儿找这么一大笔活钱去？我也没什么钱，别说30万了，3万我都没有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哪能用得上你的钱呢？张阿姨，您跟我爸是 AA 制婚姻，你别说没领证，领证了我也不可能要您的钱啊。哎，伟大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我不是这意思。过来说没钱，那还能怎么样？我是没什么钱，只有一个40多平米的小平房，还是我死去的前夫留下的。你看看他能不能值30万？你把它卖了吧。哎呦喂，张奶奶，这可是您全部积蓄，你怎么弄这个呢？哎呦，都这会儿了，还分你的我的干什么呀？淑芬呐，小叔，你看人张奶奶把全部积蓄都拿出来了，你这回不会再认为张奶奶图我爷爷钱了吧？哎呦，王爷，来，你请进。哎呦，老爷啊！哎，老王，你是为那茶杯的事儿来吧？哎，你放心，我们现在正想办法呢。哎呀，老林啊，我都跟你说好了，不用赔，你还非要赔。你看，王爷，这30万啊，不是小数目，我爷爷从来不欠别人东西。您放心，这钱肯定赔给您。真赔？那行，我说个数，50块钱。那老王。那你的意思是你那个杯子是假的？我那个茶碗是真的，值30万，可是你摔的那个是假的啊。我看那个东西啊差不多。陈老，您看值不值？20万。哎呦我的天哪。记得前年南方那个冬季拍卖会，拍过一对青花灵芝花卉小碗，大小器型跟这个差不多，成交价是52万。王老，这次您算是淘对了。老林，这个老陈也是一世英明啊，那不就是他儿子宋满伟赔了大钱，才干起来偷鸡摸狗的勾当？这还老专家呢，这不老小偷吗？哎，那老王，你是怎么发现的呢？你摔那个杯子啊，把我给心疼坏了。这个老陈在古董行里头痴迷的出名啊，可是呢，这件事儿他的反应不对，我就起了疑心了。哎，可巧那茶楼里啊有个监控录像，我就这么着发现了。哎呀，这可真是太好了。老林，这位是，王叔，
这是我爸的后老伴张阿姨。老爷，快恭喜你啊。爷爷，您这杯子摔得可太好了。老爷，以后常来我们家吃饭啊。对，您常来。爸，阿姨，你们就赶紧领证吧。我们俩呢还有点事儿，不陪你们了。下午咱们一块儿照悬崖湖，三点不见不散啊！您们也小心啊！好、啊，爷爷奶奶，祝您们新婚快乐啊！红包拿来啊！快去吧，快去吧啊！忙了啊！哎，这回咱们家可不是三口光棍啊！说谁光棍人？说谁光棍人？说谁光棍人啊？啊，来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来来来，好，来一二、啊，不好意思，喂，啊，哦，行行行，您别着急啊，我马上过来，哎哎，那个啊，爸，那个张姨，我这有点急事儿，我得赶紧去一趟，要不全家福咱们改天再开吧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有急事儿赶紧去吧，别着急啊。哎，那我去了啊。哎，找爸啊。别着急啊。这谁呀、啊？他接电话时候看见了，丈母娘。丈母娘？他不是跟他前妻都离婚三年了吗？哪来的丈母娘啊？哎，我看全家福是拍不成了。二位，你看啊，这房子呢，你们也看好几回了啊。其实要没有问题的话，咱就把合同签了。这老陈也是一世英名啊，那不就是他儿子宋买卖赔了大钱，才干起来偷鸡摸狗的勾当？这还老专家呢，这不老小偷吗？那老王，你是怎么发现的呢？你摔那个杯子啊，把我给心疼坏了。这个老陈在古董行里头痴迷的出名啊，可是呢，这件事儿他的反应不对，我就起了疑心了。哎。可巧那茶楼里啊有个监控录像，我就这么着发现了。哎呀，这个真是太好了。老林，这位是王叔，这是我爸的后老伴儿张阿姨。老林，可恭喜你、啊、爷爷，您这杯子摔得可太好了。老爷，以后常来我们家吃饭啊。对，您常来。爸，阿姨，你们就赶紧领证吧。我们俩呢还有点事儿，不陪你们了。下午咱们一块儿照悬崖湖，三点不见不散啊！您们也小心啊！好，爷爷奶奶，祝您们新婚快乐啊！红包拿来啊！快去吧，快去吧啊！忙了啊！哎，这回咱们家可不是三口。啊！说谁光棍人？说谁光棍人？说谁光棍人？啊！啊！哎，来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来来来，好，来一二、啊，不好意思，喂，啊，哦，行行行，您别着急啊，我马上过来，哎哎，那个啊，爸。那个张姨，我这有点急事儿，我得赶紧去一趟。要不全家福咱们改天再开吧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有急事儿赶紧去吧，别着急啊。哎，那我去了啊。哎，找爸啊。别着急啊。这谁呀、啊？他接电话时候看见了，丈母娘。丈母娘？他不是跟他前妻都离婚三年了吗？哪来的丈母娘啊？哎，我看全家福是拍不成了。二位，你看啊，这房子呢，你们也看好几回了啊。其实要没有问题的话，咱就把合同签了啊。这两天啊，就办过户，怎么样？对对对，我们呀，要不是因为着急卖，都不可能这么便宜卖给您。你们看看我们这装修，都没两年，我们看您也诚心买，我俩也是痛快人儿，咱们今天就别磨叽了，就赶紧把这合同呀签了吧。啊，我倒没什么意见。哎，陈飞，你觉得呢？哎呀。只要你觉得好就行，我都听你的。那行，那二位，那看看合同。
啊，来，走走走。魏雨杰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你就会偷偷摸摸的把房子买了。阿姨，这事儿啊，您听我说。你别叫我，你们俩的事儿我不同意。你比我闺女小五岁呢，你要钱没钱，你要本事没本事，你还哄着我闺女给你买房子，还想结婚，做梦去吧！我告诉你，我田玉芳的女婿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他。妈，你把他带来干嘛呀？这有他什么事儿啊？丽文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你这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帮你把把关，怎么了？是吧？再说了，你说这房子吧，这一看就是西晒，西晒的房子到夏天得多热呀！你说牛西特别怕热呀，对不对？我这空调啊，去年才装的啊，良品，一点都不热。我还告诉你，夏天看电视的时候，我们得铺毛毯。啊，对，就是。你再说这房子格局吧，也不合理。你说这个阳台这块，它空间利用率特别小啊。你看这个地方那个。对，这房子呀就得柜子多，它能盛东西呀。多你柜东西多一下，你个子多哪来？不是，我说你捣什么乱啊？我妈要非让你来，你糊弄一下不就得了吗？这哪能糊弄呢？这么大的事儿啊！那个兄弟，你就告诉我这房子你多少钱？280万。280万，顶多就80平米，你这太贵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门口就地铁站，交通相当便利。是。您这窗正对着马路，外面这晚上吵死了。你第二天不想上班是不是？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我说王小姐，你们到底谁卖房啊？这都什么人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前夫。前夫？你前夫跟这儿捣什么乱呢？哎，我说王小姐，您这买的不是婚房吗？前夫怎么了？哼，这可不好说，说不定过两天婚了呢。哎。你们自己家的事儿，你们自己聊啊！哎，不是前辈，前辈，走了好啊！看，别买了，妈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啊？还有你，我说你添什么乱啊？就嫌你能个了是吧？要这地球没了，你还就不赚了？我还告诉你，我就是喜欢陈飞，他什么都听我的。这房啊，我还就要买，我就要跟他结婚，我就买定了。他们俩要结婚，谁同意了？我不同意，放心，妈不同意，她结不了婚。二位啊，人都走了，你们还跟这干嘛呀？啊，我卖个房，我招着你们了吗？啊，不买是吧？不买吗？走走。我跟你说呀，你出去出去，你都把我们家地板踩脏了，赶紧走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您这房子我跟你说是确实不好，我跟你说是得下次买，对不对？他还嫌我多管闲事儿，就好像我都离不开他似的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就他挑那房子，280万，280万，28万我也不买。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是好人心。我告诉你，这女人啊，一旦过了30岁，这脑细胞急速死亡，就剩下冒小气儿了。看，分明就是你离不开人家。我离不开他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这3年我离开他，我有多自由？我想吃吃，想喝喝，我想到哪儿旅游，我抬腿就走。你知道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什么吗？我的生活我做主，我爽死了我。我就是后悔，把钱给了他，这样可好了，他把钱全给。不过这个小婶的眼光啊是不大好。哎，你就说那陈飞，一看就是小白脸，我都看见他跟别的姑娘出去好几回了。哼，那家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跟别的女人那肯定。什么？跟别人？真的，我都看见好几回了，就咱老去那川菜馆。不是。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不知道他们俩结婚了吗？哪个川菜馆啊？不是李晓，你以前不是这种没良心的人。哎呦，不是，你都跟人家离婚了，我跟你说这干嘛呀？哪个川菜馆？你
别这么看着我叔。你怎么大不了啊？小叔，那个就是陈飞，我在这蹲他好几天了，别说我不帮你啊。看不清啊，近点近点近。让一让让一让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是新来的，真的对不起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你们两个这是没叫你们来这拍照吗？怎么办啊？先把你们拍了再说啊！你俩什么意思？你站起来！都放下来！等关键来人，狗都警察了！你看啊，这怎么能做啊？您好，先生，我给你换一下盘子。好，谢谢你了。哎，你给我拍张照吧。是拍菜啊，还是拍你啊？是拍我了，讨厌。看一下啊，这个角度。你快点儿。干嘛呢？哎，服务员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他挺有诚意的，我才答应他。也不知道小叔能不能搞定小婶儿。哎，来了来了。爷爷奶奶，这回咱们找全家福更好点。哎呀，可惜呀，还差一个人。谁呀？你女朋友丁丁呢？爸，阿姨。爸，张阿姨。我们俩刚去民政局。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。那个，拍吧。这等半天了啊，这一波三折的啊。来，爷爷，小叔，要不然咱这全家福再折一下吧。怎么了？我是说，我还没跟丁丁求婚呢，等我求婚成功了再拍呗，我不想当孤家寡人。要不现在就去，现在就去吧。小二，加油啊！得，今儿又拍不成了，白来也值啊！送给你的，送我的呀，什么呀？这个是2012年的，这个是2013年的，这个是2014年的，什么年的呀？丁丁，我们家。次春节前都会找张全家福，这3年来一直都是我们三个男人，现在我爷爷跟我小叔都找到自己另一半了，就剩一个人过一天。丁丁，嫁给我好吗？咱们一起拍一张全家福吧。啊？阿姨，这是我小叔跟我小婶儿。这是丁丁的妈妈。小叔小婶是吧？哎哎，我看你们俩这年纪比他们俩也大不了几岁啊。筹备婚礼这事儿不太清楚吧？还真让您说着，我跟我侄儿啊就差10岁，以前我们就跟兄弟一样，有时候还一块洗澡呢，你知道。是这样，这您小子父母啊去世的早，我们呢就充当他的长辈。您有什么要求，您尽管提出来，毕竟是我们家娶媳妇儿嘛。
这桌子上点的菜啊，好像不太对吧？怎么了？不挺好的吗？你看你爱吃的年糖，还有鱼，不是你想点的？你看看，这桌子上就七道菜。今天咱们可是会亲家，商量两个孩子的婚事，这个数字不太吉利吧？哦，是是是，你看，赖我们照顾不周。那个林晓，赶紧再添一个啊！哦，阿姨，你想吃什么菜？您跟我说，我去找服务员点去。你看呢，这肉有了，鱼有了，咱们呀再点个虾吧。就来个香煎龙虾吧。妈。啊，行，阿姨，我这就给你点去啊。你看啊，我们家丁丁呢和林晓的命一样，命苦。丁丁啊，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跟他爸离婚了，这个孩子呀是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拉扯大的，我呢可不舍得让我闺女受一丁点的委屈。哎，你父母都是北京人吧？我爸呢是老北京，我妈呢早走了，现在呢我爸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。哎，那个张姨是江西人哈。啊。那个之前呢在我们家做小时工，后来就跟我爸好上了。那个今天咱这菜有辣的，要不咱点点什么喝的。啊啊啊啊。是吧。阿姨，那龙虾给你点上了啊。哎，林晓啊，我还忘了问你呢，你这房子打算在哪儿买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买房子的时候呢最好离我们家丁丁的单位近一点，她毕竟啊是个女孩子，你们还年轻，最好呀买七八十平米的房子就够了，这房子别太大了，我们家丁丁啊可不会收拾房间。买房？阿姨，我跟丁丁啊没打算买房，我们先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，等以后我们自己挣钱了再买房。哎，你们家不给你钱买房子了？那个妈，这事儿我回家跟你说啊。你快快，你吃菜，来来来，吃菜吃菜。不是不是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件事情咱们必须得说清楚了。你们家不会让我闺女和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吧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三世同堂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不行。丁丁妈妈，你看这结婚呢，是小两口自己的事儿，咱们作为长辈呢也别太多限制，是吧？再说咱们这是结亲家，又不是做生意卖女儿。什么叫卖女儿啊？啊，这林晓不是你们亲生的，你们说话倒挺轻松的。丁丁啊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哼。那我不能不管。再说了，我的这点条件不算是苛刻吧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来之前呢查了全国各地婚姻聘礼的标准，现在啊我就给你们念一下，你们听听啊，你们等一下我都记下来了啊。你爸是北京人是吧？你后妈是江西人，我们老家呢是天津人。我现在呢就跟你们说说这三个地方的聘礼标准。第一，这北京呢10001，意思是什么呢？万里挑一，烟酒糖茶房子至少是一套，这没错吧？烟酒糖茶什么的我都不计较了。咱们再看看天津啊，红包是60000起，还有再高的啊，再加一套房子。这江西38800加上一套房子，你们说说啊，咱们呢按哪儿的道理也都应该有一套房子吧？别的地方咱都不说了啊，咱们看看东北，68800的礼金再加上三金，这三金都有什么呢？金耳环、金项链、金镯子，再加上9990，可白这山东啊是3金100元人民币，再加一套房子，哎，你们算算吧，3金100块，给多少钱啊？你们自己看看吧。妈，你这
在哪查的呀您？哎，慢慢，你今天唱哪出戏呀？你好端端让人买什么房子，还拿着什么全国聘礼标准，你在哪找的呀？你说人家怎么看我？你这傻丫头，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？你说你从小娇生惯养的，这回头跟这么大家的人住在一起，以后这日子还能过得好吗？妈，人家对我挺好的。好什么好啊，我还没说你呢，你找的这是什么人家呀？这爷爷一把岁数了还要娶一个小时工，比我大不了几岁吧。还有他叔叔婶婶接了离，离了接，这种家庭关系多复杂呀。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是图他们家的房子，这房子他们家买不买没关系，关键的是啊，你们结婚以后必须自己单住，我告诉你这事儿啊没商量。你妈，哎，你这个老这丈母娘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哎，那小本上密密麻麻的还分着档呢，什么聘礼百万元的地区、十万元的地区、万元的地区，这不是赤裸裸的卖闺女呢吗？也不能这么说，你说几个姑娘结婚不要房呢，是吧爸？也该给孩子买套房，他父母都不在了，我这个做爷爷的不能不管呢。 啊回头让他们挑去吧，我给他出首付。哎呦，这丈母娘都单说，听他这口气，丁丁这孩子肯定是个从小娇生惯养、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小公主，这能照顾好小小吗？哎，可不是嘛，爸，要我说啊，买房这事儿还真不能轻易的做决定。倒不是说咱们在乎这个钱，主要是您说这么厉害的丈母娘，就咱们林晓这脾气，将来还不得吃亏呀？哎，你们俩管这么多事儿干嘛呀？哎呦，你们俩大老爷们不懂，这事儿啊，就交给我们两个女人为我孙子做主。依我看，这事儿得好好考察考察。没错。完了，这回小叔小婶还有爷爷奶奶，肯定特别生气，怎么看我的呀？老爸，我觉得咱们两个必须统一战线。打个比方啊，你的妈妈呢，就是这副手套，我们家里人呢，就是这个围脖。他们呀，其实都希望咱俩暖暖和和的，关键是咱俩没有暖。那怎么办呀？你呢，回去努力说服你妈妈，我呢，安抚好我的围脖。不行，这绝对行不通。你看，我们一直走着这条线路，根本就没行通呀。哎，咱换个思路。我呀，安抚你们家这围脖，你呢，去安抚我们家这手套，怎么样？这样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就看你了。走。哎，两位看一下吧。又这优惠呢？对啊，你们进去看一下吧，现在订啊最实惠了，等过了年啊马上就要涨价了，现在预订婚姻啊我们还送你们定制的请柬呢。咱们先看吧。你们可以啊先交定金，预订一个月份，等想好了日期啊通知我们酒店就行了，而且这个定金啊只要不是当月随时都可以退。啊，我想订六月份的，现在是一月份，还有大半年呢，我就不相信我们俩搞不定他们。你看他们还送请柬呢。是啊，我们的请柬都是定制的，可以啊送货到家，而且这个日期都没有填，用的时候直接填上就行了。看一下，好漂亮呀。走吧，去我们那看一下吧。走吧。阿姨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丁丁跟我说您今天出去买东西，我给你当个跑腿来。不用，平时啊我都是一个人去。阿姨，您看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别累的，您看我五大三粗的浑身都是劲儿，您就可劲使唤我啊。走走走，阿姨走。走吧阿姨，我记得那边有一特别好的商场，我带你去逛吗？来了。
奶奶，哎，看你们来了，快进快进。丁丁来了，小婶儿，来，快进您坐。哎，其实啊，我挺喜欢你的，可是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偏要和家长住在一起？这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自由，都愿意过二人世界。阿姨，我小叔啊跟我爷爷对我都特别好，您看我从小就跟爷爷住在一起，这他老人家那么大岁数了，我要真搬出去觉得他受不了。你倒是挺有孝心啊。阿姨，我小叔跟我爷爷真的对我特别好，而且我后奶奶还有我小婶儿都特别能干，丁丁如果来我们家肯定不会让他做家务的。看你这刚上门就让你干活，都怪我这老腰疼病啊又犯了。奶奶，这种活我们都能做的，像您腰这么疼啊，以后就别干重活了。爷，喝水。阿姨，我这后奶奶做饭真的特别好吃，而且我奶奶都特别喜欢丁丁，丁丁如果嫁到我们家里来就跟在您家一样，有什么好吃的肯定都先紧着她。好了，爷爷给您苹果吃。好，谢谢你。你也吃啊，我要削开。您吃吧爷爷。好，谢谢。阿姨，你买菜去啊？啊。哎，丁丁，咱们陪阿姨买菜去吧。啊啊，行。你看，耽误了你一天的时间，还让你破费了。哎呦，阿姨，您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有空啊，您去我们家做次客，您就知道我爷有多好了。我爷呀，对丁丁特别好。上周那么大一碗红烧肉全给丁丁吃的。这就是你说的好啊。丁丁。妈。丁丁，你给我放下，跟妈回家。丁丁，丁丁，这是你妈妈吧？啊。丁丁妈你好。我不好，我闺女平时在家什么活我都不让他干，这酱油瓶子倒了我都舍不得让他扶，你们侍奉的倒挺顺手的。丁丁，把东西给我放下。丁丁妈，您啊犯不着这么生气，这些东西呢都是丁丁自愿帮我们提的，说明啊丁丁这孩子啊懂事儿。懂事，就是因为他太懂事了。你们搞清楚了没有，他还没过门呢，你们是不是侍奉的太早了？您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们家林晓这也没娶您闺女呢，您这不也使唤着呢吗？哎呦，说不准这些东西还是我们林晓掏的钱呢吧。你就是他小婶吧，你又不是他的亲妈，你犯不着跟我说这种话。阿姨，小婶你别吵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嘛。妈，你少说两句，别说了。丁丁，你就闪吧，你看人家两个人俩手空空的，就耍着你一个人转呢。丁丁妈妈，丁丁这孩子他懂事儿，他看我上了些年纪，所以就忙前忙后的帮忙。你别骂孩子啊。我看你啊也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原来不就是干小时工的吗，干起这些活来应该比我还利索吧。怎么着，孩子们按着辈分叫你一声奶奶，你还倚老卖老了。阿姨，你说话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这人是不是不可理喻啊？小时工怎么了？他现在是我们家的女主人，林晓就得管他叫奶奶，简直是更年期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的怎么了？幸好你闺女没随你这个性格，就你这种求毛求刺的性格，怪不得哪个男人都不要你呢。他爸那么早就跟你离婚了。林晓，你在怎么说话呢？你看看你妈怎么说话呢？我说了，你今天不应该出来，这什么都白搭了。那我愿意出来呢，我都问了谁呀？你们家怎么说我妈呢呀？怎么着，你们家人特意欺我们家人少是不是？你看你妈妈怎么说我奶奶呢？为老不尊似的跟。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呢呀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？谁为老不尊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妈！别吵了，别吵了，真的。
怎么着，跟丁丁还没和好呢？今天吧，你小婶跟你奶奶是有点刻意的考验丁丁了，你回头跟人家姑娘解释一下啊。听见没？我觉得我们结婚这事儿还是再想想吧。我们俩问题的关键是房子，如果不买房子，什么都白搭。爷爷不是答应了给你买房子吗？我也赞助你点。得了吧，你跟小婶还得买房呢。再说我不可能用爷爷奶奶养老的钱啊。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冷静一段时间。或者就再等几年，等我自己挣了钱，挣了大钱，我自己买房，到时候再结婚得了。请柬呀，都订好了？订婚宴时候送的，哪天我退了吧。吹就吹吧，以后妈再给你找一好的。你看你这满脸不高兴的，这是。哎，小赵，你们娘俩在干嘛去呀？啊，田大姐、李大姐，这不是快过节了吗？我想啊，让她陪着我挑点年货。丁丁这姑娘越长越好看，哎呀。有男朋友没有啊？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哦，他还小，刚毕业一年。这不小了，这女人呀，早点结婚好。你看我闺女，大学毕业就结婚了，现在我外孙子都抱俩了。这女人早点生孩子对身体好。可不是嘛，这女孩子要过了25、26，那可就不行了。你看那老张家那两口子都快急死了，早些年还挑三拣四的，这眼看就30了，没人要了呀。她有男朋友了，快结婚了。哎呦，恭喜你啊！行，快去吧，你们俩赶紧忙你们的，慢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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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姨，再见。妈，你同意我和林晓啦？要不你跟林晓商量商量。这房子要是实在没钱买的话，妈手里啊还有点钱，我借给她。不过她得给我打个欠条。林晓说了，她不会离开她爷爷的，她要给她爷爷养老送终呢。那就让她打光棍呗。喂，我知道了，妈，我有点事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不是想让人家打光棍吗？人家还真随你愿了，叫我啊去推婚宴去。婚宴？你们订婚宴了？这刚才不是说两个人一起就能退吗？怎么现在又不能退了？先生，刚才我看错了，你们参加的优惠活动啊是不能退的。那天明明就是你说的可以退，只要不是结婚当月就可以退呀。你们这不是欺骗消费者呢吗？20000块钱定金，我们上个礼拜才交。对你们酒店根本没什么损失，行吗？看看，这上面写着呢，可以退的。那这上面还写着一切解释权归我们酒店所有呢。我说两位，这才几天啊，怎么就不结了呢？没条件，没房子，怎么结？没志气，没胆量，可不就结不了吗？两位是真的不能退啊，但是可以转让，可以延期。算了，退不了，别退了。这婚宴留着给你用吧，以后你自己用。这订酒店是你订的，钱你交的，你自己留着用吧。我留它干嘛呀？不跟你结婚，我留它有什么用？哎，你怎么？我看你们两个还是挺有感情的嘛，距离婚宴还有好几个月呢，为什么不坚持努力一下呢？其实啊，这个是可以退的。我骗了你们，是因为有人啊，拜托我一定不要给你们退。姑娘，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吗？哎，你说，我想麻烦你一件事儿。如果待会儿有个小伙子来推订婚宴，你就跟他说。啊，是我爷爷奶奶呀。
二老希望我能够拦住你们，是希望你们能够再考虑一下。我们酒店举办过上千次的婚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一时的误会和困难，就错过了一生最珍贵的人。丁丁，这婚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哦，阿姨，这婚宴是我们两个一起订的，在六月份，具体日子还没定呢。林晓，这房子的问题你一直没给我一个正确的答复，我现在问你，你怎么想的？阿姨，这房子我一定会给丁丁买，但是现在我必须要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。丁丁，跟我回家。哎，你慢啊！你一直想让我和林晓出去单住，这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我好，你怕我受委屈。但是您知道吗，妈？这么多年，咱们母女俩相依为命，我是多渴望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。你说什么呢？小时候，您忙于工作，常常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，那个家又冷又寂寞。我去林晓家的时候，特别羡慕她。我根本就不想过什么二人世界，我只希望我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，家里那盏灯永远是亮着的，每个人七嘴八舌在讲述这一天所发生的事儿。我想要的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家庭，我更希望将来我的孩子出生能在一个欢声笑语的家里。您知道吗，妈？我需要温暖。哎，这领子，我最重视领子。小叔，这回咱们家可不是三个老光棍了吧？那你啊？哎，好嘞，来来来来。来，好，向下来，看镜头，来，一二，学生。